父子二人相继出现种种离奇症状。我这光脚踩在病上的感觉就像蚂蚁在里爬下来。看似平常的问题，不曾想却暗藏杀机。这是生命给他的最后一次严重警告。一个冷血杀手悄悄潜伏体内，真正的罪魁祸首究竟又是什么？健康之路下肢杀手即将播出。把握健康，拥有未来，欢迎您收看健康之路。前两天陪我一个好朋友到商场去买东西，我发现他买的这东西啊特奇怪，买秋裤、毛裤、羊绒裤、羽绒裤。我说你这是干嘛呀，要开这裤子专卖店啊？他说不是，说我爸妈呀一进入冬天之后啊，这腿脚特别爱发凉发麻，这不是呢给他保暖一些啊，他就会觉得舒服点儿。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跟您说一说啊，一旦这个出现了腿部的麻凉痛，难道真的是几条裤子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吗？首先呢，咱们想听听健康嘉宾团的说法啊。我不知道三位在生活当中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出现过腿部麻凉痛的感觉，有没有过？先听听戴先生的说法。那你看看你们都穿，你看我穿什么？这个是护膝啊，戴先生，您是就光这一条腿这一地儿凉啊，还是说两条腿这全腿都凉啊？这个主要是这条腿，你看我现在上面是进入秋天，我就开始要戴了，一直戴到来年的春天。这个明显的，你看现在都穿单裤子，但是明显这个地方就是凉得很，你不戴这是不行的，你坐起落来就是不行的。周围的人啊，岁数大的，有时候他们说腿麻呀。有听他们讲过这些症状？我这腿好像是左腿有时候麻一点，到这个脚，这好像半拉腿有时候麻一下，麻可是过一会儿活动活动就好了。看来三位反正在生活当中啊，要么自己，要么在平时这个遇到的朋友当中，也都类似有过这样的问题啊。嗯，但是咱们说了啊，有没有想到过这种腿部的麻凉痛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普遍来讲，这个对生活是不方便的，不习惯的。跟人家一块爬山，人家是爬山，我也想上山，那不行，那走了几步就不行了。这是一个。再一个来讲，就是大的剧烈的运动，那是不可那种运动，你是可望不可及的事儿。我觉得，尤其是腿部啊，人呢每天都要活动，都要靠这两条腿去走路。如果你要腿麻凉痛，行动不方便，就会对给这个日常生活啊带来很多的这个麻烦。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一生当中快乐的多少呢，是和我们靠双腿行走的这个里程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三位的观点，觉得麻凉痛的时候无非就是缓解休息一下，或者带一些护膝，多穿几条裤子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呀去认识一下李家父子，也许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究竟被大家认为司空见惯的腿部麻凉痛有多么可怕。李家父子都生活在辽宁省朝阳市，就在几年前，在父子俩身上出现了一件怪事儿，他们几乎同时感觉到自己的腿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要来这站着，就像三九天，我这光脚踩在病上的感觉是一样。小李的脚和腿总是冰凉的，他想出了很多办法，试图缓解这样的不适。就是我的夏天就是穿那种棉鞋，袜子肯定就是全是厚的。见到小李时是夏末秋初的季节，可是他不仅要穿棉鞋和厚袜子，就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要穿上棉裤。我穿了好几年，最少都有三年棉裤，就是晒服的。这个季节，我只有如果说我想倒着的话，我必须得把电浴了，那得是高温的，就是低温都不管用。双腿感觉冰凉，
不仅小李这样，父亲老李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脚腿全凉，脚腿全凉，那冰凉冰凉的。除了感觉到双腿发凉之外，他们的两条腿有时候还会发麻。麻呀，就像蚂蚁来的爬呀的。他们像钻牛扎的呀，碰到哪地方有麻劲儿，就那种感觉一样一样。李大爷告诉我们，他双腿的奇怪症状还不止这些，睡觉的时候他的腿经常抽筋，这让他很痛苦，不得不坐起来扳扳腿，换个位置才能继续入睡。更奇怪的是，李大爷的双脚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脚背发白，发白，一点血色没有，对不对？另外的皮肤也干燥，有时候还爆皮。虽然父子俩的双腿出现了这些症状，但他们谁也没有拿他当回事。李大爷觉得自己的老寒腿犯了，而小李觉得这可能跟天气有关，而他们却不知道病魔正在慢慢吞噬着他们的双腿。三个月后，父子俩的腿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酸，走路走到腿肚疼，腿没有劲儿，无力，就是走不了路，就是走200米、300米吧，就是根本就是这个路就走不了了，就得站在地方，或者说蹲在地方，完事才能继续走路。父子俩腿部出现的奇怪症状让他们很是不解。为了弄清状况，他们来到了省人民医院。医生进行检查之后告诉这对父子，如果他们的病情继续发展下去，他们的腿还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腿部皮肤溃烂，甚至发黑坏死，最后只能截肢来保命了。医生的这番话可吓坏了父子俩，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腿究竟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看完之后，我想可能很多人都特别不明白哈，为什么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没太当回事的腿部麻凉痛，在李家父子的身上却演变成了让人无法接受的恶疾呢？这中间又包含着怎样一些不为人知的医学道理呢？今天呢，这个答案就由辽宁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的吴丹明主任来给我们揭晓。吴丹明主任医师，辽宁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对周围血管疾病的无创及微创检查、外科手术与介入综合治疗有较深造诣。我们普通百姓都知道脑梗、心梗，我们把这种疾病呢简单成比喻成腿梗。什么问题呢？就是腿部的重要血管发生了闭塞，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做什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也就是下肢的重要的血管股动脉或者是下一级动脉它发生了闭塞情况，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下肢的一些血液供应障碍，造成了相应的凉啊、麻呀、肌肉酸痛的一系列症状。对于李家父子腿部麻凉痛的表现，专家给出最终判断，原来是下肢动脉发生了堵塞。面对专家的解释，现场嘉宾心存疑惑，腿部麻凉痛的感觉自己也有，难道也是下肢血管堵塞了？究竟又要怎样才能分辨呢？接下来专家将为您详细解读。我看完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心里特别的紧张哈。你看刚才我们也提了，麻凉痛的那个人群其实是很大的，尤其爱出现在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当中，我们都俗称这个症状叫什么呢？叫老寒腿。这确实啊，老寒腿也出现麻凉痛，这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也出现麻凉痛，那这两者之间咱能不能找出一些区别呀？别让大家如此的焦虑担心。来，我们请吴主任哈，相对应一些给咱们说说。老寒腿的麻呢，它现在有什么区别？偶尔会有病人呢感觉到腿麻，但这种麻呢，大部分是一种不舒服的一种麻，不是说像那种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麻得很，让你受不了。所以这种麻呢，就是说若有若无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麻呢，只有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当中呢，才确定的有。老寒腿的凉呢，是固定一个部位凉，也可能是大腿凉，也可能是膝盖凉，也可能是小腿凉。
所以它是局部、局部。但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是因为血液供应的障碍，它整条腿的凉，嗯，全腿发凉。那您看，比如说像刚才戴先生这样的，他就光那一个膝盖的地儿凉，而且就这一条腿这凉，嗯，那是不是？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像老寒腿，您觉得呢？对，你这感觉症状是典型的老寒腿。但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凉呢，它的凉大家看一看，冰冻感啊，它是这个要比凉更深一个层层次了啊。对，我们就想象这半截腿是没到了那个厚到两尺的雪里，到这个疼痛感。老寒腿呢很少有疼痛，它只是感觉一种不舒服麻都很少，但是呢它一定是发凉的，嗯，但是疼痛就不一定有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疼呢，是一种典型的酸疼。你行走过程当中越走腿肚子越酸，酸呢让你很难受，必须停下来休息一下，这个酸才能缓解。嗯，甚至你拿手去揉一揉，这种酸才能缓解。所以这种酸呢，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早期、中期特有的现象，在老寒腿它是没有这种症状的。健康提示：当腿部出现麻、凉、痛这样的不适时，下面三点细节，请您务必仔细体会。一、腿部发麻时是否感到难以忍受？二、腿部发凉时是否感觉有冰冻感？三、腿部是否经常感到酸痛，并且影响到行走？如果您的腿部出现以上三种不适，您就要特别注意了。有可能是腿部血管的血液供应出现了问题，这就需要您尽快去医院检查，以防严重后果发生。不过我们都说哈，其实感觉这个东西要作为一个评判标准的话，有点不太可靠，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感觉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是啊，有没有一些更加可靠一些的自己能够检测的一些方法？到底腿的麻凉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病人有一个最简单的自测方法。在我们脚背上有一条动脉叫足背动脉，这个在哪个位置？这个位置呢非常容易摸，在我们脚面最高点穿鞋最漂亮的那个位置，偏外侧一点儿，大约半公分，大家伸手都可以摸得到，正常人都可以摸到这个位置。我们想看看三位哈，自己摸一下这个足部上的动脉有什么样的感觉，明显吗？手感明显吗？明显，明显，这是明显的，明显哈，动脉摸得到，而且跳得比较有规律，挺有劲儿的。很正常啊，也很有劲儿，也很一找就找到了。正常人呢足背动脉跳的是非常有力的，跟我们平时把脉这个脉搏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平时不太注意摸这条动脉就是了。但是在动脉硬化闭塞症动的这个病人当中呢，您去摸可能是模糊不清，甚至是摸不到。嗯，这是其中一个检测方法。还有另外一个检测方法就稍微被动一点了，嗯，就是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发病早期，我们在休息时我们去掐自己的腿肚子，或者是向身体方向使劲扳着脚面，就是让我们那个小腿肚子肌肉紧张起来，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病人他会感觉到疼痛。专家现场给出三大招数，帮助人们判断腿部麻凉痛究竟与何有关，真可谓是简单实用。那么腿部出现这些问题罪魁祸首又是什么呢？跟随我们继续看个究竟吧。虽说啊这下肢血管堵了呢咱可能很少听，甚至是第一次听，但是说心脏和脑袋里的这血管堵的常识啊咱们还是有，所以呢我们请健康嘉宾团的三位啊来帮我们找寻一下生活当中哪些因素有可能会让下肢的血管堵住了。来，这个题板当中给出了六个答案，我们可以说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戴老师您选择什么呢？我的选择是抽烟 D， C 是高血压，再一个 F 劳累。我觉得应该是抽烟、年龄和高血压。我觉得就是 C 高血压和劳累吧，跟年龄性别抽烟没什么，抽烟它能够引起这个腿麻疼，不可能。题板上出现的这六个答案啊，在生活当中的人群都不小，谁都可能会遇得到。
但是究竟和下肢动脉闭塞症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来，我们邀请吴主任啊，那您跟我们说一下生活当中哪些因素会和它发生关系，而且用这个标靶的远近来表明跟它的密切程度。好的，我这里边有一些致病因素，首先我们看性别。性别有关系吗？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病人当中呢，男性要明显高于女性，所以说在男性病人容易发生这个疾病，因为可能是男性的运动量大呀，或者肌肉类型不同，要警惕这个因素。刚才咱谁都没选是吧，根本没想到。接下来是压力。这个压力呢，我们是指的精神压力，因为精神压力大了呢，它那个血管的调节能力就差一些，精神处于高度紧张呢，神经调节也造成血管比较紧张，长期的紧张血流量就小，所以它也是一个致病因素。我们在这类病人当中常有一个专业名词叫暗毒生活，你熬夜经常去做一些写作，这种疾病就非常容易染上了，大家要注意，一定要自己的精神压力要缓解下来。劳累，刚才我们有朋友说到过分的劳累，血管引用劳累，因为你劳累一定要工作量大，那么正常的血液供应量就要增加，所以这个血管的工作量也会增加，它也是一个致命因素。年龄，这个离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关系就越来越近了。我们想象一下，儿童是不会得这种疾病的，所以说年龄越大呢，它血管越老化，老化的血管呢内壁就容易生锈，所以年纪大的人容易得这种疾病，时间长了，对，你甭管这个以前这质量怎么样啊，这底子怎么样，他经不住日久天长了这样的冲击。所以有病人到医院来找我看病，说我以前很好的，是以前我们都是健康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疾病因素的侵袭，血管的老化，他疾病会慢慢找上人来。那其实李家父子，你看他儿子年纪也不没那么大，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下一个因素了。父子俩同时得病，儿子相对年轻，但是儿子吸烟。这个吸烟对血管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吸烟，烟里面有烟碱，它对血管壁有一个不良的刺激，所以这个吸烟对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因素。最后一条我们说到高血压，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呢，对这个血管壁的冲击力量就比平常人要大一些，常年在这种高血压冲击状态，这个血管壁也会发生内膜的增生，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说水管的内壁生锈的概率就大了，那内壁生锈血管狭窄，最终导致闭塞，所以一系列的因素造成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哦，其实刚才咱们就是说在这个备选答案当中六条都是和这个下肢动脉闭塞症是相关系的，就是关系紧密与疏松的关系，一定是和这个六个关都有关系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种疾病同时出现在了李家父子的身上，在去医院就诊之前，在他们身上就出现了种种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由于老李常年高血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他的血管已经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小李因为长期吸烟同样影响到了血管的健康，动脉硬化在所难免。也正是由于动脉硬化，他们的血管开始变窄，提供下肢的血液供应随之减少，供血减少，神经就会先得到信号，于是病人会感到皮肤发凉发麻。随着动脉硬化的加剧，血管腔继续变窄甚至闭塞，只能依靠周边的小血管维持，供血供氧进一步减少，让肌肉得到信号，于是运动后疼痛发生，影响到行走。随着血管闭塞程度的进一步加重，一直在帮忙的周边小血管也不足以维持基本需要了，症状也就随之加剧，患者会在休息时也会感到疼痛，甚至在睡眠时也会被疼醒。病情继续，血管腔完全闭塞后，皮肤肌肉组织迅速坏死，下肢会出现溃烂，皮肤颜色变黑，这个阶段患者将面临截肢的危险。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节目让我们认识了一个
全新的啊，在我们脑子当中一点概念都没有的一种疾病。但是这种疾病呢，我们可以看到危险性非常大。那我们看看李家父子啊，在确诊完之后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他们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真的截肢呢？李家父子来到医院后，血管外科的专家们为他们实施了一种伤害很小的微创手术。医生在他们的大腿根部打了一个小洞，将特殊的器械通过大腿根部的动脉送到了狭窄的血管，开通血管并放入支架，以便撑起已经闭塞的血管，恢复血液供应。血管腔内支架治疗就相当于利用挖掘机在隧道内清理塌方淤石再加以支撑的原理。术后的李家父子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手术以后哈，这个脚的就有舒服感了，腿也有舒服感了，第一个走道腿都是不疼了，也说这个酸痛也不放到膝盖左右了，对不对？说下耳也不凉了，说吃饭也吃好，睡也睡好，就这么道理。李大爷现在不仅可以干农活了，已经快70岁的他还能骑自行车。小李更是不用说了，年轻的感觉又回来了。我做完手术以后哈，就是说什么呢？这棉裤是肯定不用穿了。我这棉鞋，就是说这个最后的旅游鞋，我可以把它脱掉。回家我就是说回家我也不用点电浴了。做完手术就非常高兴，然后就心里头特别好受。小李现在经营着一家火锅店，生意很红火。病痛的解除让这对父子又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咱们看到哈，这李家父子呢，不光是找回了原先的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找回了原本非常幸福的生活。最后呢，我们要请吴主任给我们在健康留言板上留下健康忠告。希望我们观众朋友们看了这期节目以后更加关爱自己的双腿。在腿部发生了麻凉痛的不适症状，你要想到血管也长在腿部，我们要想到是血管病，看对医生，看对专科。最后啊，其实咱们想跟这个家里的儿女道了几句啊，如果说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是长辈出现腿部麻凉痛觉呢，可不光是多买几双袜子多添几条裤子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呢好办法呢就是赶紧带着他们去医院进行科学系统的检查，找对问题之后及时的治疗，这才能带给他们更加幸福的晚年生活。好，把握健康，拥有未来，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他曾是众人瞩目的国家体操运动员，他坚韧灿烂的形象深入人心，保姆门事件使他备受质疑，受伤至今11年，高位截瘫，他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生活？明星的光环背后，他又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桑兰做客健康之路，为您讲述他的康复之路，品味人生，桑兰下期播出。